面对今年的新冠疫情，特区政府和本地的科创的企业积极利用科技应对，包括推出互动地图、提供疫情的资讯，以及向香港市民免费派发接近1000万个应用得奖科技术的同心抗疫口罩。此外，我们利用电子锁门支援强制家居检疫。至今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或者是城市主动表示希望借鉴香港的经验。我们很快也会推出安心出行应用程式，加强追踪接触者的效能。这些科技应用就展示了创新生活的重要性。